大家好，我是荣杰，今天跟大家录制一个金花的一个手法啊，我的直播间 ID 是7355852，每天晚上9点直播啊，和后面还有我电话都在视频下方哈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电话联系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就给大家先练练我的牌，我的牌呢是一副很普通的牌，没有任何的别的牌与众不同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把牌搓乱，我们为了证明我们提前没有做排序啊，我们就这样去搓哈，在桌子上随便搓，这个手法叫乱中控大牌啊，就是牌越乱越好，随便洗我们把牌洗得很乱是吧？现在呢，我们把牌拿起来，因为我们这儿没有人切牌啊，所以说呢，我就随便的拿一张这样牌。去切一下子啊，有人的话就让你们切一下子啊。好，现在我这个勾呢对到哪里，我们就从哪里拿掉，切掉，行吗？那我就随便的去扔啊，就这样去扔的啊，扔到这个位置是吧？我从这儿切掉。好，这副牌这儿是不能动的，是吧？我们就发炸金花一般都是五六个、六七个、七八个，对吧？多了也有十来个的，我们就发个七个人吧，是吧？我手上也没有任何东西，首先发牌之前给他练练底牌。首先说明，没发之前我要发一把黑桃的金花啊，看我能不能说给自己安排一把黑桃的金花啊。我们以七个人为例啊，来发一把牌啊，是吧？牌呢很简单啊，黑桃的，对啊。我不发太快了啊，发太快了你们感觉我这个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这样的话底牌还给大家亮一下的啊。只希望兄弟们不要掺到赌博当中，十赌九诈，治安家庭，远离赌博啊！要是我出老千的话啊，要是我就说提前安排了，或者说怎么样，我能知道我这黑桃金花吗？对不对？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，感谢兄弟们的大力支持啊！